干嘞，请坐。哎，各位同心的兄弟姐妹，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哎，那咱讲较轻松的啦，来讲这个农场的管理甲健康哈。我大概有准备十几项要来讲啦哈。我先来讲这个前言。咱这个农场农业啊，拢跟水有关系，那无水就无农业啦哈。所以咱对水哈，这个水土的保持哦，非常的重要啊。啊，这个以前阮爸爸因去台南看到杂草哦，都因为看到这个原始人安尼哦，一定想要甲处理掉。啊，这个农业跟土地跟水非常的关系，重大的关系。哦，咱以前拢讲阳光、空气、水，拢不会讲到土地。哦，我是甲加一个土地，这是咱的生长、生命的四要素。以前拢讲三要素。哦，那么这个杂草哈，其实伊会当保护咱的土地，这个卖去哦，落大雨的时候，和这个大的雨水滴冲击的时阵喷起来，啊，准对这个水准流去海，哦，这是表土流失啦，吼，哦。因为表土是均好的土迄，那个泥土，对所有的植物的生长关系真重要，哦，所以咱来甲这个土地爱土壤爱好啊，甲保守起来哈，哦。那么这个是我伫八八风灾以后所翕的，你注意甲看，这是伫阮屏东哈，这一条一条白白的，这就是拢崩塌地。以前这规个是一片的翠绿，无迄个安尼灰色的白白的。哈，八八风灾哦，迄个雨真了大，伊三天内底差不多甲咱一年的雨量甲咧落了，咱台湾边境。一年的降雨量，年降雨量是2150毫米，迄天了落1900几，到变2000。好，好啊！你看，这个树根，这算一个崩塌地。我拄伫山里有经过，我甲翕来。这树根我正只深，这大概差不多两层楼啊深啦。好，啊，伊这边还佫有根插入伫内底，甲迄，那个山坡地的土丢掉咧，啊！这边因为可能土壤伤过潮湿，已经伤过重，挽袂掉，敢若要靠伊挽袂掉，所以规个崩塌了。所以树啊，对咱的水土的保持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山林。啊，以前咱真，我做囡仔时代，真少听到咧报啥物土石流，但是自从宋楚瑜做乡长以后，要五毛给一块哦。伫个山林四界拢开这个产业道路，啊，这个伫山林你甲开这個产业道路，开这個路一定会破坏伊这个水土的保持。伊挖的土，迄，那个所在就松去啊，伊个甲迄土塞落溪坎，所以若落大雨的时，遐个土就拢流流落来，变土石流哈。啊，这个以色列哈，有足多咱爱学习的所在。以色列是一个欠水的国家，是沙漠的国家。后来因发明一挂水资源的管理的方式，包括这个滴灌的设备哈。以色列一年较落200毫米的这个年降雨量，啊，那咱爸爸风灾去三天都落的，差不多因10年的量啊。哈，啊，这有，伊差不多伫个两丘的所在吼，有一个顶顶的，这就伊个滴灌的土，啊，咱就在传落去看哈。伊个滴灌土是世界专利，伊内底有做迄个迷宫的设备哈，就是讲你若有万一过滤无清洁的杂质来到遐，伊本身来甲你过滤，较袂塌掉嘞。所以你注意看，伊这安尼滴落是好即丛要需要的水量只尔，所以拢袂拍算，哦，
咱一般咱所看到外口咧，咱台湾传统的是用饮水的，一工作人铺出来。哦，啊，若要为只饮水到咱的上后壁，可能爱二十分钟后卡饮会到遐。爱这毋是，一张一张直接，大概共迄个时间拢甲你送到位。好、哦，啊，烟管的是上无效率的，上浪费呐。你只要饮水到后壁，只个水一直咧向下渗漏，哦，迄足无彩哈。啊，若搁较进步些话，就用喷管了，喷电管。但是你若喷电管，伊即丛爱用的呢，啊，你搁边啊拢喷吼，连边啊都拢发臭啊，哦，啊发臭，你就叫做麻烦的吼，得搁除臭。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因65%的水，拢爱靠加利利湖来供应，啊25%。因靠海边的这个海水淡化厂来做水，哦来供应。那么佫不足的，因75%的用的水拢佫回收倒来，佫再制作，哦啊分级处理，哦有的做甲会当食的，啊有的做甲会当灌溉这个农作物哈、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嘛，真趣味哦，伊2600年前就向灭去。在2600年以后，哦，在1948年，在英国、美国的这个协助之下，英国建国成功。但是边啊拢是阿拉伯哈、哦，信回教的国家，哦，四面环敌了哈。OK， 那么以色列，因发明这自动灌溉的这个物件哈，这种以色列的这自动灌溉世界。然后排第一名，因为工程塑胶，包括因的自动灌溉这些专利哈，这个用十几年啊哈，也未歹。那么，因伫无同款的植物哦，用微喷灌哦，诶，拄啊看的是滴灌，啊，这微喷灌就是讲，你若较细丛的作物，这个一边喷差不多30公分，一边喷30公分，是四个连连来喷啦哈。就有12道水柱，安尼作为喷出去。那么你呢？搁较大丛小块，哦，这个就一边喷3米，哈、哦，也是喷个是圆形的啦，哈、哦。那么这个喷洒的直径就15米，一边它喷7.5米，哦，安尼喷。但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讲。因以色列无发生啦，但咱遮发生，因为咱遮个昆虫足济，个蜘蛛，伊看你咧喷哦，即就是讲是一个啥物物件吼，等伊停落来，伊蜘蛛准走来，甲你爬网啊，爬咧，按准要甲你食安尼就对啊。结果呐，等到时间到要喷我，袂煞袂洗啊，准喷一个安尼，这边喷一个，伊个是相边喷嘛。结果这两点拢做水灾啊，剩个拢打扣扣，哦，你若买船，就发生这个问题、啊，所以以色列的发明用防虫型的，就是讲电脑控制，讲还开始喷水，压力来的时，伊这个浮起来，啊喷喷了了，啊喷有够水啊，电脑讲好停止修改，安尼就无这个问题啊，哈、哦、，OK。那么以色列因虽然历史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甲灭差不多600万人的这个犹太人，但是战后，伫因的首都特拉维夫迄个机场，我记得好30年前的代志，咱的台湾人第一开始遐看，哎，啊因的机场的客舱车拢用面子的，结果问了较知影讲，虽然伊许德国人灭遐济犹太人，但是因尊重德国人的工艺水准。因为在沙漠地区哈，这个所在，伊用面子做计程车，第一等于甲德国人说明讲，恁的车是做阮的计程车会使呢。哦，啊，那因的这个高官咧驶的拢美国车，面子有一个好处，在沙漠地区比其他的日本车啦、韩国车，佮用的耐用2倍至3倍，所以德国人嘛。犹太人做个德胜盘，你算着会好，甲你糟蹋，但是你物件好用，我嘛继续甲你用。吼、
伊甲省落来遐钱，我搁来发展其他的高科技，譬如讲来发明遮个哦自动灌溉遮个专利的产品。那么以色列因无咧洗车哦，你若用水落洗车，会向哪去去用密告会开罚单哦，因为伊水太宝贵了，哦，所以所有的水拢欠开。用的民生啦，还是工业需要，还是农业需要哈。OK， 好，这里咱的农业哦，以前蒋介石在跟咱通知的时候，哦，拢叫咱来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哦，啊，拢叫咱爱广积粮，哦，爱储备战备粮，即摆拢无咧讲啊，吼。啊，足久拢无咧讲啊，因为足久都无要反攻大陆啊啦吼。那么其实粮食是跟咱的国家安全有真大的相关的关系。伫以前咱读中国历史，哪咧战乱，哪咧把迄个朝代甲因个变过，大部分拢是因为粮荒所引起的吼。因为即个百姓农民如果无粮食通好食。哦，即个饥民就变盗匪，哦，啊，就会成群结党，哦，来抢劫，哦，甚至来把这个政府推翻，哦，所以咱的粮食，好佳哉，咱台湾是宝岛啦，一年有三收，哦，你讲像日本啊，是韩国，因有时有迄较冷的所在一收尔，哦，若较南方会当收两季，哦，人因就会当生活了真好，但是咱台湾人。一年收三开，即个农民安尼，无多食会饱哦。所过的生活是伫个赤贫的阶段啦，哦。啊，以前蒋介石来哦，都拢讲用农业来扶持工业，但是即马工业已经工业已经发展到真繁荣的时，因无回馈来照顾咱这农民。啊，我对这个农地的休耕的政策，我有意见哈。你看，这咱平地足好的地，啊，放了发田啊、发草，啊，甚至发一丛大丛树啊，做。这田啊，可能要较好处理啦。然后耕耘机大只的，安尼胖胖的就 OK。但是这接有的呐，过这过加三五年哈，变作大块，你就要请怪手学啊，无你就无法哩。那农民啊，看到讲，想想讲要搁复耕，还搁请怪手，迄爱开足侪钱吼，可能就继续放学，哦，荒废伊啊。啊，尤其即卖少年啊，较无爱做。啊，那即个较老的，年纪较老即个农民，哦，最近电视咧讲，啊，那阮无种的时，啊，恁要食啥？好，啊，即较荒谬的讲，平地咧造林。啊，山顶咧撮树啊，啊，平地好个土壤哈，好个农地咧造林，啊，即我认为拢有矛盾哈。啊，即个农业甲环保哈，在我咧个看哈，咱台湾人即二三十年来，农药用了真多，啊，而且真侪农民对农药无认识。拢随在即个农药店咧，甲你开即个配方。咱一般的医生要开药方，即个医生起码爱医学院爱读七年毕业，哦，爱过去实习，才会当开药方。但是咱即农药咧，农药店咧开药方，真侪拢无受过训练的，哦，啊，所以因拢用像咧拍散剂安尼吼，睏下甲你排。糖的啊，甲你排，哦，啊酸的咸的，吼，迄药啊就在伊配啊吼，啊这药啊酸碱度无同，你甲染做伙，有拮抗作用，有综合作用，哦，有时啊点到煞无效的，啊但是煞用量煞增加，哦农药店煞有赚到钱，但是咱农民甲这个消费者加食足侪农药的，哦咱。平均每一个台湾人一年拢
使用使用九公斤的农药，这全世界可能敢若输中国大陆呢啦，中国啦哈，莫讲大陆。那么，所以我咧想讲，若咱民政府以后执政，所有要开农药行的吼，拢爱重新考执照，哦，较袂安尼耍耍咧乱排。哎，本来就派一行一枪的毙命的，伊煞甲你开山寺来，一盖五六种药啊，甲你补补处理安尼，叫咱啊补补咧，拢咱消费者咧食咧，吼、哦。啊，因为农药铺落吼，咱的土壤啊受到损害，哦，啊，这个空中的这个荷尔蒙，哦，这个环境荷尔蒙啊增加，啊，所以有人莫名其妙，他会今麦人。病院开遐一间，还阁无到病床，哦，不是爱客观的，靠我都去大医院，哦，啊，作者莫名其妙癌症，哦。那么，因为工商发展，这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所以工商社会煞把咱的这个农村的农民煞袂记，所以。农村的这个经济较弱，所以因一个煞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农村的子弟较不容易讲去考到好的学校，哦，因为譬如讲都市的要补习近佮方便，哦，啊因的收入侪会当补咧几啊科，啊若伫庄卡呢，哦，你要补一两科啊就拼价，哦，啊你干那买电脑速度就输人啊，哦。人上网三秒就答案就找到啊！啊，你要买四五分钟还找无？啊，这个恶性循环哈。好，啊，中华民国军政府入来台湾，伊安怎甲咱台湾人治理到安尼服服帖帖，治理到无力通去甲抵抗？我甲归纳有即几种：第一，228。有计划屠杀日本人，用50年所训练出来的这些精英，拢有计划立名单，差不多拢杀了去啊！哦，所以所留落来，剩较二等的这个咱的台湾人，哦，来啊，第二项，伊用4万换一元，哦，甲所有台湾人的有钱人。拢变三车人，你若有4000万，我伊4万换一块了，你存1000块啦，吼、哦，啊1000块你即卖会当创啥？啊，这个经济民生，当初咱台湾人将来毋捌有啥物饥荒啦。伫1948、1949年，到1945年来了，因一直甲咱台湾的粮食一直运去中国去卖掉，吼、哦，去支援因的。国共内战，所以即使讲台湾人本身台湾人要食的粮食煞欠缺，啊，所以美价一直起，一直起，所以起到不得已，因爱用改变币制，用4万换一块新台票，啊，啊，这当然大家都食都出问题啊，哦，啊，佫无钱，要哪有力通去佮反，继续佮反抗，来，大佫来就是用。耕者有其田，啊、哦，什么三七五减租，哦，把咱台湾人本来地方的属性的大地主，拢变作小地主，啊，即个头人，哦，啊是有智慧的人，我台死啊头，即个地方的属性大地主拢变小地主，嘛无钱通去招人来反抗，你要招人来创啥？要去抗议，起码嘛要有便当通食。啊！你变小地主，你都买便当都有问题啊！哦，而且这个土地应用什么耕者有其田，还是三七五减租，这些土地拢不是国民党的，哦，所以伊反正都别人的囝死未了，无要紧哦。伊那唔去，伊伫中国的时候，伊那唔去创耕者有其田，那会走来台湾利用，哦，啊，这些台无了的。压制无了的，随后即三四十年吼，38年的这个
戒严通知、白色恐怖，你若讲一寡伊无介意听的话，哦，就甲你掠掠去，去掠到关。啊，这个另外一个敌性反转，哈、哦，新闻错乱的这个股民教育，因来了，甲咱讲咱回归祖国，咱本来是日本的日本人的台湾人啊，啊，即卖因来，一直甲咱教育讲咱是回归中华民国这个祖国，哦，1945年10月2号，甲咱讲迄天是光复节，哦，咱台湾人。就安尼，即六十几年来，一直拢咧用即个愚民的教育咧甲咱洗脑。本来，咱日本是跟日本迄个美国甲中国咧相战，伊是咱的敌国。结果，伊又教一个说讲，迄是咱的祖国，哇！台湾人煞变中国人，吼、哦！这新闻就拢错乱去啊咧。好、哦，那么。甚至真侪台湾人，美国咧用讲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时阵，我咱台湾人阁作受气呢。嗯，啊，阮中华民国咧，竟然咧替中华民国咧打抱不平。哦，人美国是讲，伊所讲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是承认世界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去啊嘛。啊，陈云林来，因的国旗啊，藏了了，收了了。啊，咱日军的吼，要去甲抗议，讲摕中华民国旗啊出来咧甲抗议，啊去哦，警察甲收起来，甲压制，但本做人。好、哦，啊，咱受气，日军的受气干呢？讲你太无咧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旗，哦，这是不是有错乱去？迄、那个毋是咱的代表咱台湾的旗啊？咱竟然咱真日日军的吼，头壳无清楚，哦，人咧收咱，毋着爱对伊收，收来当粪扫，粪扫人，毋是啦，咱煞搁甲中华民国国旗撒出来，要凸显讲这是中华民国。哦，像讲李登辉总统，伊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即句话对的哦，你甲注意听即句话，要表示讲中华民国是为别个所在流亡来。在台湾的呢，哦，这李登辉所讲的安尼要对呢，但是阿扁也去咧做总统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安尼有食力无？煞台湾敢那煞许中华民国合法并吞去啊！我马英九去咧做总统，伊讲台湾是中华民国，哦，啊，这就是拢咱家己台湾人，哦，若无清楚的是。就会去哦，国民党安尼甲咱栽弄吼，甲咱的头壳拢堆一挂粪扫。就本来是中国人是看咱是敌人，结果咱煞认贼做老爸，哦，这就是敌性反转，本来是敌人，今麦煞变盟友去啊嘞，哦，这错乱了哈。我拄啊。搁一个讲无对，假民主选举，全世界当选上侪就是中国国民党，哦，伊遮当选拢是为日产哦接收来遮个物件，遐拢应该是咱台湾人个，结果伊甲咱收伊个党库内底去，哦，啊用遮个钱来买收台湾人，啊用伊行政资源。来培养伊一挂条仔卡哦，伊一挂无台湾意识的人来，互伊利用，来替伊买票哦。啊，所以迄阵媒体拢伊掌控掉咧，电视哦、报纸拢伊掌控掉，所以咱本土台湾人的声出袂出来，安尼那是一个公平的民主选举呢，哈、哦。啊，这就是40000多块哈。好，啊，咱这400多年来，自荷兰人开始入来台南地区哈，统治的时候，哦，又开始有一挂外来种的这个品种入来，哦，你看，哎，这个巴拉哈，
或者番石榴，你呐啊，这或者番茄啊，那外来拢中国人吼，拢甲你加一粒番啦哈，啊这番啊姜，啊这番薯，啊这番麦啊，啊这番啊花，伊拢外来。OK， 1949年大撤退来遐，伊嘛是外来呢。啊！伊竟然讲我是番啊！哦，喧宾夺主，我白讲。哦，伊讲阮这山地也是，阮就拢原住民拢合作番。但是因来做了啥物代志？二十八甲咱太精英，哦，啊这有恶志无？我讲伊土匪啦，吼！伊若讲阮番，伊比番佫较食力的土匪。哦，所以我认为讲，因1949年来遮个吼，包括1945年派来遮军人，遮个拢爱甲当作人看，哦，我们要把他当人看，啊，我们要把他好好的教育，哦，所以讲，因中国5000年来，就是拢咧骗，哦，拢咧用诈术，哦，想办法甲你落底个好康个拢摕来伊个。落地下来对了哈。好啊，我来介绍我所种的一挂植物啦哈。树葡萄就是叫名是叫做加宝果，拉丁文叫做加波提卡吧。啊，这个树啊，树种真好，就是讲你若甲做种行道树，拢唔免开费用去甲征收，伊自然就差不多发差不多变悬哈，啊，拢变胖胖。啊，无啥物病虫害，我种29年啊，毋捌浮摇啊。哦，啊，你看伊，那开春二月时发新叶，安尼足清脆、足翠绿的，真水。哦，啊，这是土脚挖起来，挖在伫盆仔顶，准备上市要去销售的。好啦，啊，即嘛树葡萄有，佫新出一个品系大粒种的，啊，你看伊这籽，大小粒差遮济。这个世界差不多像个5块至10块，啊，这个呐世界是比50个较大些，吼、哦，啊，但是因为这个拄入来差不多5吨，啊，这树葡萄拢爱种7年至8年以上，条件做有好，伊较会生，哦、啊，所以因为啊唔爱生过，啊唔爱食过，吼、哦，啊，若无法食过，我唔敢杀出去乌白白，吼、哦，到时敢讲。种开像鸡卵遐大粒，结果生开吼，像尾仔安尼吼，我着向骂死啊！啊，这树葡萄咧开花吼，伊即个位头部着涂骹遮着开始开，开到头尾日头一撮遐无开尔。啊，这花足芳个啦，即个花个花芳介于玉兰花甲桂花个混合安尼，吼，非常芳。我10几年前第一届。伊迄阵300丛大丛个总开吼，迄浓度伤悬吼，迄开甲煞会芳甲会臭。你可能捌，可能常常会不，无法度会伊讲芳甲会臭，因为浓度伤悬啦吼。300丛因个毋知安怎拢讲好个，做一工开。即树葡萄是头颈两科，伊含莲雾甲鸟巴拉共科的，哦，拢叫做头颈两科。哦，你注意个看下花，含鸟巴拉花共款，哦。啊，这开始咧长乌，就是开始要成熟啊。哦，这两代同堂。哦，这三代同堂，后含苞后开花后青青后要成熟啊。树葡萄呐，要好食吼。其实，较早毋知影，我第一摆食着我的树葡萄是，我叫阮爸爸落去种，啊，差不多伫9年、10年，我转去看，我想奇怪咧，阮到处也无咧饲羊啊，吼，啊，阮附近我知影都拢无人咧饲羊，啊，那土甲全羊仔屎，远远看土甲一粒乌乌，敢若羊仔屎，佫行较歪，哦，生甲规个拢树仔顶安尼，啊，才放开食，吼、哦，非常好食。哦、所以我就赶紧请人来围篱笆。
欸，这二十九年，我迄三百丛吼，留两丛，这其中一丛，讲要留咧做纪念，留袂掉，因为呐，咱台湾人吼，拢有一个大头病，伊若要来搞买，拢要买全台湾上大丛的，吼、哦、啊，所以第一丛上大丛的买出去，比如我开两万买去，今嘛后抓呐，个人来讲，看。对几丛上大丛，我啊要这三丛你家己拣，反正买，甲开三万伊嘛买，到尾啊吼，我有卖到迄个十五万的，因为呐，有一个西边入来，吼、哦，讲来啊你上大丛对几丛，我拢话差不多三丛，讲偌济，一丛十五万，讲手也较贵的，我讲你西边入的，外口西边入的足济呢。啊！你住别庄，即马别庄嘛，介侪人咧住呢。啊！你若你个别庄，你甲种一丛猪葡萄，哦，啊若生，你个朋友来，你若要臭肥，你啊讲，哎、欸，阮种了把它生葡萄，啊，你敢有？我想，哎、欸，有影呢，因为伊砍了把它共去，啊，叶啊细叶吼，芒烧，你甲拌下，甲做做，甲片，了把它味啊。哎、欸，我做做片，嗯，有影，伊听了佫有趣味，好啊，就买一，先买一丛转去。哇，无偌久生吼，啊，就真正又臭肥着啊呢。尾仔佫走来佮我买四丛，哦，哦，而且台湾人就是拢爱大丛，爱无人有伊，伊较有兴趣。你看这位头部，哦，这就开始生，啊，头拄仔是伊的上半部啦，哈，哦，这里就安尼上半部，这算下脚节啦，哈，啊，这一丛每一丛呢，乌乌吼，乌甲会翻金嘛，啊，上早大概伫十。八九年前，台东那边有饭店，讲有人在卖。那阵报纸有报，讲一斤五百块，二十年前哦。哦，这用来算乌金就对了。好、哦，啊，真趣味，我有饲两只大麦丁哈，一零一中国的白啊，一点乌乌的。啊，我拢若要甲饲的时，我会甲放回出去放晒哈、哦，放晒就。啊，有一阵讲，哎，我的手啊，太。猪骨头差不多腰部以下吼，拢无去啊，还是送去办呢？叫我他注意讲，放拢狗啊，走去咧补，把猪骨头搞啊补了了去。哦，结果迄届迄只狗母吼，甲我生几只互恁了，生十六只，然后收都不咧像个猪母咧生个，我看着咧，我大正嘛唔知，我生遐济到底生几只？我就一只一只啊算，我用一个盘，一、两、三，啊只狗无，为这边狗加顿的，一，我算半点钟，我都算袂完，哦，我都放弃，嘛等伊狗咧困，我甲伊看点安尼了，啊，我算讲哦，十六只，啊，所以猪骨头吼，足有营养的，啊你呐，女孩子莫食伤济吼。唔好，迄双生啊，吼，迄足忝的。你过一日，我著我较早过一日，我著足忝的。你若生两个吼，唔好食伤济哈。来，今麦来介绍这个三月樱哈、哦。这个樱花哈、哦，每一朵花拢敢那像兰花，朵朵是兰花。哦，啊，这是阮屏东潮州。伊这平地就会开啊，哈、哦！所以以后若要看樱花，唔免去阿里山啊，山顶两三千公尺，寒到要死哈、哦！啊，但是品种足重要，莫种唔着品种，即个种唔着品种呀！即我有条工种一丛做散布拢，啊，你若种唔着品种，就开安尼，百分之九十五是叶啊，差不多百分之五是花，哈、哦！哦，啊，另外咱呢？这是开春的时候，这叶这花开始在落啊，啊，这春天的新的叶啊在出了，啊，好，这《自由时报》有给我看，啊，跟《民众日报》有去给我采访有看哈，啊，有人找来告我呀，讲，哦，看势，我若知影你这有开这水，我就免去阿里山赶到要死，佫无开你这水。啊！伊火烧差不多两礼拜，连伊都
安尼一片翠绿啊，足紧诶。所以伊夏天会当遮阴，吼、哦、啊，春天会当看花。那么伊这个树啊，吼、哦，咱伫外口含树下诶阴迄个温度哦，差差不多六度。哦，伫树卡我个捌个测吼，差别六度。所以这对咱这个或者热岛效应啦、啊，哦，还是讲他们什么地球暖化，应该加种一挂，这应该加减有帮助啊。哎，伊这枝条安尼爱是向双边开，所以呐，当开的时吼，遮大炮规抓哦，规抓。啊，伊含苞的时是较红，啊，咧开的是粉红啊，吼、哦，啊，若要下就变较白。哦、这是国外，这国外伊这都种十外万年以上的，啊，我差不多拄啊种七年尔，就开安尼啊，吼、哦，所以过几年我会往内顶开到这茂盛哈、哦。来，啊，来看黄金果、黄金果，看伊名就是讲，因为伊个皮是黄色个，啊，会反金，所以甲号做黄金果。啊，这黄金果你若拌落来，你用圆珠笔来当点光甲写字，大概三分钟后氧化了，迄字就浮出来啊。哦，爱使含树葡萄包做伙，送给男朋友啊、女朋友。这大粒种的哈、哦，这一粒头一斤，差不多600公克。哎、哦、呀，安尼。啊，头拄仔看生作侪，迄是较细粒种的。迄原底是新加坡引入来吼，引五丛入来台湾的热带园艺试验所。啊，其中一丛是伫迄个屏东高丘遐做田间试验吼。火龙果吼，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若我要种水果，我要种两种就好，就是火龙果加树葡萄。这两个拢唔免农药啦，哦，啊，搁多产树葡萄，那老长一年会当生七摆，啊，红龙果伫阮屏东一年生11摆，每15天开一片花，哦，啊嘛等于讲你每15天就会当挽一届果，哦，遮尼多产，啊，搁唔惊风台，伊红龙果的果风台来对你害无解着。伊无熟啊，所以较无风阻吼、哦，就袂旱个足严重吼、哦。啊，过耐旱，无水嘛袂死。阮迄阵拄咧种，捌一届甲种倒头栽，安尼，伊竟然为电杆顶蹦根出来，安尼落来，落地生根，好厉害。啊，即、這个红龙果，我种个拢红白啦吼、哦。我即旧年甲前年，哦，我朋友甲我买我的品种去种了，拢比赛冠军啊、哦！那么，原底越南遐，伊拢种白麦的品种，所以你若伫超市买的，真侪白麦，迄拢越南种的，爱较臭青。啊，咱这个冠军的品种吼，无臭青味，甜果小可有芳桂。伫越南战争的时，伊拢越共拢用丛林战，啊，所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原来不是许伏击。所以美国阵发明这个落叶剂，用空中喷落叶剂喷落，迄个森林的叶啊拢落去，啊，所以越共伫遐咧做啥物活动，就拢看会到，就会当甲轰炸，还是派部队去甲歼灭。但是战后就是讲美军撤退了，上早恢复生机的，就是红龙果树。红龙果树虽连袂开花结果，哦，所以。我来救真侪越南的人民，就是讲较袂有夭死哈、啊。那么红龙果，伊怎啊免药啊呢？因为伊足耐环境的，适应这个环境的这个程度足好的，吼、哦，无水的我，吼、哦，啊你若种伫像这我租伫这山坡地吼、哦，就无积水的问题哈、哦。当然，所有的植物拢惊浸水。浸落根拢会烂个啦吼，
啊，伊拢暗时啊咧开会，大概拢暗时啊八点开，啊明仔早头八点开始写。啊，这个花会当切落来哦，切落来煮蛋花汤，免砍根，自然就香香啊。好、哦，这伊个丰富的迄个植物纤维。啊、你呐，我甲你有体验，就是讲，伊对降低血压有真好个效果啦，哈，卖讲效果啦，有迄个功能啦。我本身血压还袂正，阿能够以前弄到百四，哦，啊九十，啊我甲你前甲你食食食到家己高压到106，啊低压差不多伫个60，我烦恼到要伤低呢。啊，所以这效果足好。啊，若有闭结的，食这吼、哦，一定互你足顺畅的哈。而、啊、且、啊、开会拢暗时啊开好，规排开有够水的。啊，好管理就讲，伊敢若惊一项，叫做东方果实饮。伊这物件若甲你点吼，这個、果实就会生虫。以前无这个东方果实饮的时阵。咱台湾无咧时间讲水果咧脱落啊，哦，但是尾啊，东方果实因唔知对啥物管道引入来了，即对台湾的农业造成足大个损害。你若水果无包，大部分拢许芳啊顶顶歹，无论是鸟巴啦，哦，啊，即、這个莲雾还是火龙果，都拢爱另外费即个工去甲包，哦，啊，即个慢落着佫跳开。我嘛造成环境的这个污染啊，因为作者是拢塑胶袋啊，吼，啊，是迄个泡棉迄类的，啊，这个是籽类，啊，这个是熊类，伊这花粉拢落落来食吼，伊然后，但是火龙果，伊迄个产量就是讲，别个水果你讲像莲藕、荔枝、山啊，一年拢生一摆呢，对无？啊，你若处理了无好势。哦，药啊有药坏啦，啊是拄着风台，讲着，哇，你着爱等明年啊。风龙果唔是哦，我一届就是八八风灾，想哎，哇，这个风台烧到遮严重吼，迄花拄啊咧开的时拄啊去压着雨，所以授粉率歹，迄届果生较少。我想一般拢十月底就结束啊嘛，哇，一到十一月中，还佫生一批花瓣，所以表示讲。伊今年要生偌济，互你吼，未受到气候影响，绝对去保护你哦。伊十一月份就即个保八八风灾，迄个去保险我哦。所以即个水果遮可爱，啊无种实在可惜哈、哦。来讲罗根美，这是庭园绿化真好个植物，伊出新叶拢红个，哈、哦。所以有人。七八月走去我，哦，朋友带朋友来，哎，潘生，啊，你的枫叶那七八月咧红，其实无共物件啦，吼。我这个做罗根梅，啊，有三个兄弟种，一个罗根梅，一个罗比梅，哦，一个罗旦梅。啊，我这个是罗根梅，是叶啊较细个，迄个较精致啦，哦，大叶就看了较粗俗，哦。啊，这是冬天落叶状况。啊，即若开春的时，就规个拢发新叶，就拢红的，就足水的。安尼，我都无用过去甲翕到迄个春天的咧。吼、哦，我来介绍红花枫林木。哦，安尼一个一球一球吼，安、哦、尼红绣球哈，嘛真水。但是伊真可惜，伊的花期较短。头拄啊，迄三月樱吼、哦，差不多50天的花期。啊，即差不多7天尔，一礼拜。了开始落叶啊，三天后就落了去啊。吼，啊这，哦开个嘛真水啦吼。这丛我送伊个。来，啊要安怎种较好食的水果有三个要件吼。最重要的就是爱有优良的品种，优良的品种第一。你若品种歹，像我红龙果，我之前有种八个品种。我去甲买时，拢讲伊个上好个，即个甲你买100多支，即个买100支，无共品种买八，叫我甲合作八国联军啊。结果种出来了，上贵个迄个鲜花淘汰因啊，
伊一支差不多笑半，爱卖你250块，佮爱一届爱买500丛，伊较要卖你，啊那无不卖，结果迄、那个生活淘汰，因为我种出来的时，煞变三四项品种，迄、那个果形啊，后长果的，后圆圆的，后乌豆红的，后迄个鳞片倒闭的，哇，迄、那个生活弄掉，啊即马品种。迄辈我淘汰了，我尾也搁买着迄个头拄啊冠军的迄、那个吼，我迄迄个免上市，免上去到国菜市场，都爱人订啊啊，不是着无够好人吼。比如伊若订50斤，我干来这样减半供应，因为太侪人要爱，啊都要排队啦。哦、啊，卖咱都要物件增加安尼，增加好人会来抢咱的货吼，安尼唔靠一个成就感。过来思维管理，真侪人以前的农民唔知影农这个肥料、这个三要素代表什么意思？哦，氮、磷、钾这些三要素，老一辈阮爸爸因大家拢敢若讲白盐啦、灰胡啊啦、咖喱啦吼、哦。啊，其实咱即马肥料唔免家己去配，你直接甲较有名的吼、哦，这个肥料商买伊的配方、复合配方的。啊，着肥料，啊，啥物时阵落啥物肥，哦，这真重要。就讲，比方你比如枝叶长得茂盛，就是氮磷钾的氮爱较悬，啊，磷甲钾较低。哦，啊，怎啊倒变？若要开花倒变，磷钾爱较悬，啊，氮会较低。我安尼较有催花的效果，而且磷钾悬，伊这个果实的紧实度哦结实，哦，啊嘛较耐储存、耐碰撞。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赶一下哈。啊，水分管理就是讲，那不要开花进前，爱控制水，莫互食伤济。好、哦，那么那花开了，花苞来了哈、哦，你得爱最好食正常食，那无遐花会谢去，会落去。哦，啊，过有时啊，谢了过，像我们欠水，伊嘛会落果哈、哦。啊，这水分管理真重要。啊，这有的大樟树啊，爱移植哈，啊，咱首先爱做断根的处理啊。啊，这我简单讲一下啦哈，因为这个可能较少人用的着。啊，即马我创新的一个方式就讲，那大樟树啊吼，叶啊足多，足够食水的，来留一条根吼出去外口食水。啊，这个边啊根拢怎么等了，互伊适应了，较准备来挖安尼哈。啊，嘛有种哩盆栽细丛个，啊，若大丛个拢伫涂骹。我即另外一个包装个方式，就是你要用吊车吊出来进行即个土条，袂使许破去，因为你若土即个土条若许破去，对植物个存活率影响真大。哈，啊，即个是另外一个，即、這个算三月因吼。啊，即、這个人客伊叫我先挖开了。爱搁甲回填吼，即搁填得转去。啊，等伊看到不新意出来，伊讲哦，即丛哇，安尼伊较要调走吼，安尼伊较有信心嘛。因为即是新鲜的品种的树啊，啊伊毋捌买过，伊虽然是同行，伊会惊啦吼。OK， 好啊，安尼较调走吼，即原来是。好啦，自动灌溉简介，即个是较传统的类比式的，用24点钟的定时器，伊。编一格就是喷15分，哦，啊，但是有诶喷15分惊伤淡，咱阁用一个甲减，即个当微调诶吼，比方要喷1分钟至15分，哦，啊，我再甲调理7分钟遐啦吼 ，OK， 即个同款，啊，即、這个着数位化，即、這個、微电脑化诶吼，即个即只是以色列做诶，哦，啊，即只美国诶 Rainbow 诶哈，即只足好用诶，就是讲你。即一礼拜对一工要喷吼，会当控制。啊，即会当控制6个区吼、哦。比方你有6分地，每一分地拢甲分做一区，或、哦、是你有6家地，你每一家拢甲分一区。哦，啊，若比方第六区无种吼，迄、哦那个甲归零，吼、哦，伊就袂喷、哦。啊，一工会当喷3摆。哦 ，OK， 即调整时间呢。啊，再佫有一个235。哦，啊，甲 C， 2天喷一遍，3天喷一遍，
五天噴一遍，還是十天噴，這一隻很好用的。噴頭的我剛才有介紹過了，植物你如果有好的品種，比如說芭樂，還是蓮霧，都可以靠這些工具來做這些改良品種。現在這些有出這款石蠟椒末，比如說這個東西很好用，就是說它的生產性很好啦，還有你包你把它接了後都不用管理，它如果出院的時候它會突破，這防水又透氣，這很好的這些新的材料，都不用運，這就像這樣跟甜甜的，它就從這邊自己蹦出來，你如果比較早期用鐵布，這裝不出來，你看看它這只靠這一束這樣的接觸點而已，現在下面這舊的品種頂管這已經是新的了，這山也一樣，原來是用剛才那個石蠟椒末，是怎樣還要用電氣膠布呢？因為它這山如果建發，一塊很大塊，它這個接觸點要不該用的時候，你如果沒有把它保護起來，它又裂，如果風如果吹，它又裂開，它又裂開，你看這接觸點都一束而已，如果接了，這舊的如果發生，這就要處理掉，來看我的遠景，這我的園子啦，這就都種這個三月櫻，這在南北大武山下面就是我的園子，但是園子草不用處理比較沒關係，但是這頂子一定要處理，這頂子如果要打起覆蓋，因為植物我們所有的植物都要光合作用，你如果為電源把它砍的，我們下面那層缺少光合作用，那層樹會一直一直弱去，這是病蟲害，這是都正心糖給你正派，這都要正心糖吃的，這個我們的防疫海關如果管理不好使，他用頭招數這個復修雷來，對這十幾年來二十幾年了，讓我們台灣人吃足的苦，因為這個雷他如果見到青都吃，什麼都吃，这是海关的问题，我们海关修不好，所以有人招数入来，但是今年的三月十日日本地震，这个福岛发生核灾，美国撤侨，无撤去这个关岛，还是较近的这个夏威夷，来撤回台湾来，搁伫咱所谓中华民国的桃园国际机场 AIT 家己去遐设海关来验证因家己的侨民入来，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是安怎？那中华民国海关怎样踢在一边啊？这代表美国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头家。真正有管辖、管辖台湾权的，这个主要占领权国是美国，中华民国只是伊个派来代替代理的尔。OK， 这样正心堂整，这树仔要整的拢死哦，角度淡薄要整死。这就是新点天牛的幼虫。这我想要试讲要种有机高丽菜。结果真困难，你若两工无去啊掠虫，这青虫你若无去啊往掠，连咪你着许像我迄头拄啊食到安尼，所以有机，他们是有机可乘啦，我煞无虫啊食，这嘛虫呢，你个保护色安尼足共个，含滴滴啊足共共色个，这都，全世界胖上细只天牛。你看在我的手裡這麼小隻，但是我都把大棕樹種死，這
这就头拄仔天牛的幼虫咧长吼，啊，我用下蛋甲注射，我唔是用喷的，喷的就喷到满世界吼，啊，这样呢都一针毙命啦啊！啊，这有救我你看，啊，这阵我头拄仔有救我啊！你看这基隆春象，这个因伫只开会啦吼，啊，这注射的款啦，伊讲后一顿要来对食吼，较好食，啊嘛。开煞散会啊，大家要后顿要食对吼，讲好啊。啊，你风台吼，我想足惊即个许厉害，即外资人，我用手啊拍个，啊天不从人愿，伊甲你为只个后顿，无采工吼，啊即全倒啊。或者是较轻的风台，叶啊扫了了，但是树头也栽了，拢迄拢也无要紧吼。啊，即叶子有法度吹到倒落，哦，即着八八风灾。靠有法度啊，哦，迄真正有大，连椰子树都淹会倒的吼。啊，这变过来，我这边这拢我的哦，好、哦，本来伫那边啊，即嘛变过来伫我家就算我的啊。啊、哦 okay ，啊，这树西瓜，哦，啊，这我有写名，讲这我的啊，哈，莫搞偷办呢。啊，这野花，喂、okay ，啊，这炮弹连入。啊，这因为我遐无啥咧喷药啊，我说野生动物足济啦，包括即款诶，即毒毒诶。哦，啊，你看这，我就奇怪，睇我诶开关箱较拍袂开，我有只开它开袂开，只蛇甲我冻掉诶。哦，啊，即只蛇原来我饲诶，我遐足济猫饲诶。哦，啊，这是蛇壳啊，我无遐大胆诶，能掠蛇。啊，这面这个大黄蜂，哈、啊，啊，这螃蟹哦，这虎头螃的螃蟹，我请屏东的消防局派人来抓，两个讲啊，你迄大黄蜂啦，无要紧啦，行袂，我讲来，迄是毋是虎头螃蟹？好、哦，两个起脚走咧弄，我讲啊，是咧走安怎？嘿，顶死人咧！啊，你咪讲无要紧，哦，啊，两个就提伫这车咧掉头个。我看者，我明仔载过来。我啊，今仔处理你个，啊，我无找防护装备来啦。我有法度甲恁讲虎头螃啊，恁唔信啊？安尼遐轻敌啊，都拢无找装备来。啊，怎么等伊？讲要去敲啊，也无敲。哦，有啦，过第三天敲来，讲伊本来讲过天要来，伊讲第三天敲，啊，阮昨有轻雾啊，所以无去啊。我好啦好啦，我甲你处理啊，袂我甲你甲用落来。这就虎头螃的吼，螃蟹吧，哎呀，螃。我另外这虎头螃定时多岁女孩子啊，我这又食这物件嘞吼，所以我遐物件足丰富的，有通啊食。啊，只只唔知啥物东东，也无生野，也无生苍蝇，也无生。啊，这我的树啊，顶完所生的两个，这伯劳鸟。好嘞，我伫潮州，全台湾唯一的。交通号志，哦，你台湾无得看了哈、啊，小心哈、啊，注意伞兵哈、啊。哦，啊，这只拄啊要冬眠，前年的款要冬眠，拄啊咧乌空哦，拄啊我看了我翕相个。啊，拄啊，这只我的狗无生的狗囝，迄个头拄啊迄只大只蛇吼，食三分之一都有，看了我佫吐出来嫌我。啊，这嘛，啊，这唔知啥物熊吼，还是啥物啊？这个凶手还袂找到，哇、哦，安尼搞钓安尼，这都要足大只物件，下我都钓安尼。好、哦，啊，这咱做农吼，你若有适度的农务操作，有咧动吼，啊有捞竿，哦，啊佫用有机的卖有农药，哦，我头都咧讲迄个东方果实饮，你用迄个诱引剂。甲掠开就好啊，唔免去甲咱的水果甲喷药啊嘛，吼、哦，啊，咱家己种的有机的，咱家己食，身体唔较会健康。啊，你有咧晒日，因为维他命 D， 你为食物内底不容易取得，吼、哦，干来这样为阳光来取得较济啦，吼、哦。我即马检查，日本时代讲检查大人，啊，过来变检查。
过来个变警察啦，啊过来嘞变地保啊，啊过来嘞变贼头，啊过来嘞讲合法派遣的流氓。啊，咱以后民政府吼爱好啊，把这个威信搁建立到等于咱日本无国迄个时代哈。啊，头拄仔咧讲迄，因1949年来遐，咱来甲用新的旅番政策哦，把他们当人看，好好教育哈。OK， 啊，咱台湾是一个袂沉的防空母舰，这麦克阿叔讲的，咱爱赶紧哈，上好啦，即只吼。为食，想办法甲西来食，咱堪伊较好咧，莫堪迄个歹兄弟斗阵吼。OK， 台湾有水无？足水诶，非常水。啊，台湾是宝岛，迄个中华民国来遮歪65冬啊吼，也歪袂倒吼，看安尼有好无？遮水诶所在。但是咱拢咧做像迄个两千公来，讲咱遮是反清复明的基地。啊，清朝咧，甲咱看做鸟不与花不香的所在吼，咱如禽鸟位，放咱互安尼无无受啦吼，也无买好啊，甲咱治理。啊，日本人来咧，咱变南京的基地，哦，咱变粮食啦，也是不善的一寡。供应的基地，我希望咱卖个定做这个工课吼，咱来自立自强，进中华民国来，也甲咱去九鹏飞弹基地，咱嘛是个人的基地吼，希望咱家己民政府执政了好啊，咱家己吼，咱民政府要欠差不多3000几个这个干部，我希望大家。招一挂好诶人才，你来咱遮受训吼，啊来替咱民政府、替咱台湾人，行出一条新歌外的道路。我今日讲到遮，多谢，谢谢。起立，今日休息10分钟。